你怎么不挑？我的肩膀没有力气，我腿有力气啊。哦。啊，你翻不了。我也来翻一会儿。啊，那你等等我，我搬一块。那你……啊，你快点。我好累呀，你也累吗？啊，对，坐一会儿。好舒服呀。快上来。 你饿不饿？我快去做饭。做饭太浪费时间了。过两天要下雨，我把菲儿早上拿的那个粉给大家吃。好，谢谢你。等等我。爷爷、菲利、菲儿，我。还有我呢，我肚子都饿了。你要是能给我扯点青菜，我就给你吃。 好，卤肉包加热一下。我也想吃豆米。你去叫爷爷。我去叫爷爷了。 这个石头分钟就做好了。爷爷说好吃，我也尝一下。老李，我第一次吃这个，好吃吧？好吃。 这个光法好弄，这个架好度也拍的这个，本好好吃。你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走，接着干活。嗯，好的。老李，给我帮忙这个放在头上。我知道你头有力气，但是这个太脏了，我们一起抬。嗯，好的。用这个抬。嗯。加油。这个箱子没水。是啊，我们走一走，歇一歇。